大家视频中所看到的这款夹子，它叫做细胞夹，专门清理我们脸上的黑头、白头、粉刺、毛孔里长期累积的脏东西，还有脂肪粒的。产品是不锈钢材质的，采用的是德国工艺，韩国美容院专用。细腻的制作工艺在清理毛孔的时候，是不会对我们的肌肤造成损伤的。毛孔里的脏东西是不会被分解的，只能被清理出来，让毛孔自然的生长愈合。这是款8件套，1个不锈钢的盒子，3个细胞夹，2个粉刺针，2个排痘针，在视频的小黄车就可以下单，今天下单，明天发货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犹豫徘徊等于白来。如果产品不满意，我们支持包运费退货的，大家请放心下单。清理完之后，可以用芦荟胶修复乳液进行毛孔的修复。好的肌肤是靠3分清理，7分护理。